記得你當初呢 iPhone 2 G 推出冇幾耐呢 LG 這一部輕觸式的手機 Beauty 呢相當好賣，當時它影相啊、touch screen 啊各樣功能都很出色的。那最近呢 LG 就出了第二代了，叫 Beauty Smart。 這部機呢進化了做800萬像素啊，而另外它的界面也都改善了很多的，譬如這個 S Class 智能界面呢就是其實是已經轉了出 LG 最新的 Arena 那部各批機那個新的智能界面的，咁佢嘅讀芒啊、推啊各樣功能咧，都比之前嘅 Beauty 更加先進啦。上網方面咧，亦都順暢咗好多。啊，眨下眼就可以開到網。我哋而家再詳細睇下個界面，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功能啦，隱藏咗喺個主界面度，可以向揀啦，揀完之後就將佢擺喺個 desktop 度。我哋試下打機先。佢有個 game 幾好玩嘅，就係、要吹呢、這個嗰、那個話筒啦，咁啊吹波波。着咗灯嗰个就系我吹紧个话筒，咁好似吹咗啲波波出嚟咁。啊，佢另一个功能就系 intelligent shot 啦，就类似而家嗰啲手机相机啊 ，DDC 仔，咁你就唔使教埋场景嘅，佢自己会因应个画面，譬如你放近咗一个人像，一跟佢就会自动跳咗去人像拍摄啦。喺夜嘅晚黑嘅地方，佢就会开个夜拍啦。我要試一次給你看，先打開了個 IS 功能先。哇，那裡會見到個右下角有個指標出來，譬如座山、個人、夜景，因為現在暗嘛，感覺夜景的指數就高了。我近拍，近拍就跟影人和影近的物件差不多了，那它就轉定了是需要用 Marco。我現在再給你看看，我現在在拍的地方先，它就開了個夜景，看到月光就去到頂點了，跟著會自動開夜拍。有關 Beauty Smart 的詳細介紹就請聽今期 Catch Up 集最的介紹了。